家仓鼠也老了，让它晚年的时候享受一下吧。这一整张全部是仓鼠赵景龙的暗装图，太有挑战性了。对两人而言，这绝对是一项大工程。来吧，开干！你这起子都不用用了。哎呀，你看这多简单啊，你就这么随便的搞搞 ，OK， 成了。开始第三步。首先要安装甲板二号，还有甲板三号。给仓鼠装这个笼子，你看艾米容易吧？趴在地下。看我这智慧的神情，就知道我马上要弄完了。仓鼠笼大致的样子已经出来了，现在该搞上面的盖了。哎，这一个还是挺简单的。来吧。完美。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安上去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开始弄这里了。OK 了，仓鼠弄这个窝搞得我们热的汗流浃背的。加油就是胜利，最后一步了啊。现在装木屑来装饰。 OK， 他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像样的跑轮，现在终于给他安排上了。这里还有椰子壳呢。这不是我爹吃剩的椰子蛋吗？你吃剩的。这个东西就是给它玩的，这也太豪华了吧。现在就把仓鼠给接进去。其实我们也给它买了一个别墅的。对，但是它不喜欢。你看它现在还是这么小小的一团。进去吧，进你的新环境。先来熟悉熟悉。仓鼠肯定很开心，你看这太豪华了。艾米被我们之前给它买的房子也放上去了呢。哇，他好幸福啊。你看已经这么老了，然后他却坐拥三套房了。这哪点更吃醋了。羡慕这个词我已经说烂了。好，关起来啦。还有就是兔子，我们也给他安排了好的住处，的真的是非常的大。来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我们把他推到这里来了，因为怕它越狱，就给它把这四周都给它封起来了。这个垫子艾米也给它洗得很干净。我们给它放出来玩会儿吧。这是给它买的兔粮，里面什么都有，还是挺丰富的呢。还有狗尾巴草呢。这客厅那就一个乱。哪点一会儿去闻闻兔子，再去闻闻仓鼠的。要是能把鹦鹉放出来就更好了。我怕哪点会疯狂。希望兔子和仓鼠一样，也可以活个五六年，陪艾米一起长大。是的。